起来欢迎之外，是来自我们青年发展基金会的连胜文董事长，欢迎我们胜文哥，欢迎。我们主办单位 Donna， 还有我们执行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今天参赛的选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好。这个很荣幸再一次站到这舞台上来参加这个盛会。今天虽然下雨，不过我看大家的战斗力是还蛮高的，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。那各位也知道，刚刚我们主持人讲，今年这个奥运呢，中华队有一位选手。那么在整个奥运 breaking 里面，全世界只有16个选手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们有看比赛吗？我是从头看到尾啊，有看比赛。其实你看全世界有多少人跳街舞？恐怕有100万人以上吧，还不止。你这么多人跳街舞里面，有最后16个人能够到舞台上去参加奥运，我觉得只要我们人去了到那个地方站上舞台，就是选手的胜利，也是中华民国的胜利啊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拜托我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希望未来在更多的世界锦标赛，在其他的这个亚洲的赛、全球比赛，甚至再一次奥运，我们再接再厉，再一次让我们选手站上这个舞台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拜托大家，因为我知道今天下雨哈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相信这个风雨无阻，所有我们这些喜欢跳舞的人，对这个 breaking 有兴趣的人，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这点雨而害怕，一定会把你们表现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都说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大家加油，祝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周末，尽你的所能，舞出你最高的这个最美的姿态给大家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一次热情掌声，谢谢一直以来最大力支持我们街舞运动、街舞文化的胜文哥，谢谢。好的。